看看，哎呦，我的妈耶！看着太热闹了，淀粉肠，你烤清华，他烤北大，我烤香肠，搞个啥皮豆干，果酸豆角肉末的，然后再搞一个豆干，再搞一个果无骨鸡爪的，糖葫芦咋卖呢？五块钱了。我小时候才一块钱。你那是80年代的事了吧？端起来吧。好，谢谢，3块钱了啊，走，下一个。哦嘞嘞，哦嘞，哦嘞嘞嘞。哎，驴肉火烧，火烧要不要？加驴肉呀？加驴肉。咋卖呢？8块钱一个。15两。15两个，那来俩。衢州鸭头，3个鸭头。还有啥好吃？你最爱吃啥？觉得鸭头。你就觉得鸭头超好吃，别的都不用买了，是吧？老板也太实在了。啊？对，这里，过来吧。不了不了不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哈哈哈哈，太热情了。咋卖呢？8毛块钱一串，豆皮儿、海带，2个莲子，2个土豆片。好，鱼丸、鹌鹑蛋，小雅的鹌鹑蛋。把那绿油麦菜给拿。好。5块6你的，你妈拿。我妈。我妈觉得你爱吃。5块6。美不美啊？这盘涮菜18块4是吧？18块4，然后麻花是买二送一，10块钱3个，还有苕皮。豆干这个3个是22块钱，2个驴肉火烧是15块钱，3个鸭头是18块钱，然后这个热饮是醪糟银耳汤，哎，就在这个小姐姐旁边那个大哥给打的，然后这不是烫吗？热乎的，人家端过来说您慢用，哎呦，我觉得这条街这个村儿真的特别有人情味儿。然后在吃这个涮菜的时候，还碰见了好几个小姐姐，都看小贝的视频，开心。那几个小姐姐都说他们这个涮菜经常来吃，嗯。麻酱和辣子可以选择放或者不放，好香啊！然后就我妈让你多吃油麦菜，居然带我妈出来拍，我妈一路上就说把菜多点一点。嗯，年糕那么多，麻辣烫也好好吃。然后吃啥皮啊？酸豆角肉末。他们勺子里面夹土豆丝，你敢想？皮是糯糯的。嗯，这个素的7块钱，肉的10块钱，我感觉这条街上的这些小摊上都挺有人情味儿，是吧？好玩的很。再来一个醪糟银耳汤，5块钱，可大一碗了。现打的驴肉火烧，1个7块，2个15。1个7块，2个15。1个8块，2个15。好，说1个7块，2个15。对不起，1个8块，2个15。而且现打的烧饼可香，香喷喷，然后驴肉又不用很油，它就很好吃，是不是？里面加了洋葱，然后青椒，解腻。驴肉好瘦啊，没有什么腻可以解，没有什么腻。打码免费点。小姐姐，咱这摆摊有费用吗？有。多少钱啊？900块钱。900块钱在这儿一个摆一个月。你觉得贵不贵？还行吗？还行。前面好吃的也可多了。是吧？哪比较好吃？我看着好吃的挺多的，这可热闹了。不要就此停止。好像小贝呀。哎，你好，是我。可以跟你说照吗？可以可以。啊啊啊！谢谢。好，谢谢、啊、谢谢。好好吃饭。别人都会说你好好吃饭，然后我的粉丝都是送你一瓣蒜，好好吃蒜。那老板娘看过我视频吗？双向奔赴了。啊，我刚路过他的摊儿，我就觉得他好美啊，我一定要在他的摊儿跟前吃东西。嗯，美丽的小姐姐，蒜都比别人辣一些。嗯，你们喜不喜欢这种摊摊？我觉得穷农村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存在，又便宜，量又大，又好吃。你要是碰上那种特别善良的店家，其实也很干净，都是上一个村子的人，然后你认识我，我认识你，特别有人情味。这出去就地铁口，你敢想，生活多便利啊！咱上次拍那个钢铁国际的时候，好多人在底下留言，说他刚刚毕业的时候住过一段时间的钢铁寨。真的到现在想起来那个寨子，心里都是暖洋洋的。
我学会的第一道青菜就是蒜蓉炒油麦菜，我最爱的两种蔬菜碰撞在一起。徐州鸭头，不辣呀、啊，那股话梅味儿，是不是不正宗？哎，我特想去徐州了。我每次一吃辣的或者一吃鸭头，评论的一水都是来徐州吧，来徐州吧。徐州三头一掌，鸭头、芋头、芋头、鱼头、兔头，还有鸭掌，据说最好吃，是不是？高楼大厦之间，城市的繁华之中，有这么一个供人栖息的城中村。少说一点怎么的？请坐给本。哎呀，吃到第二个半只的时候就开始辣了。这麻花赶紧拿回去，用锅炉热一下，或者烤箱烤一下。老板说他不想再炸了，算了，不炸就不炸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大家喜欢小不小不点赞，下期再见。这么多盐，都挺好吃的，都没有雷。昨天吃的椒麻鸡，好吃吗？没有之前好吃了。哪一家？你吃哪一家？是椒麻鸡。这家？你之前吃过啊？那我咋着？那我还吃不吃了？今天又来到了小南门，这块的夜市看着太美了，就随便一家店都好吃。为啥呢？因为夜市主要是吃一个氛围啊，对不对？正热闹的，吃啥都行。然后今天吃一个上次心心念念的椒麻鸡 ，Go Go Go！ 那刚才小姑娘说不好吃，给我整懵了，到底吃不吃？试试吧，千人千味，是整鸡是吧？然后再要个扯面，加一份啊，要扯面，微辣正常辣，正常辣，椒麻鸡还是大盘鸡？大盘鸡之前给大家吃过，现在吃个椒麻鸡，这是半份，我本来要一份，后来他俩都说他不吃，然后就要了半份，加一份面5块钱，皮带面。早上路上还说姐姐你一会儿一定要记得吃一个面，我说吃椒麻鸡就是吃面的，不吃面等于白吃。咱这有蒜吗？小贝，哎你好，多拿点蒜吧，谢谢谢谢。它面有点硬，但是这汤汁贼油香油香，焦焦麻麻的。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肉汁不错，在传统的孜然跟辣子之外，还多一点芝麻香。这个鸡。这是我放的时间长，还是咱这上来就是凉？放的就是凉的啊，就是凉的。我还以为是不放凉凉，可是这么快，这夏天就凉凉。那夏天吃椒麻鸡应该挺舒服的，是吧？毛肚，它是醋的，酸辣口的。这我在兰州的时候吃过。西安夜市上的毛肚一般都是涮牛肚，芝麻酱涮出来的，这是烤的，尝尝。我要是跟你们出来吃椒麻鸡，鸡一定给你们吃，面我来吃。鸡皮也一定是我吃，我身边的姐妹没有喜欢吃鸡皮的，这就很匪夷所思。你们爱吃鸡皮吗？这椒麻对我来说有点不太过瘾，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麻的嘴跳舞的那种，我感觉我应该还可以再让它加麻加辣。老板，我能再加份面吗？那我能还能再加麻加辣吗？可以，可以加，太好了。这里面没有微微辣，你这还是正常，正常我觉得有点淡，我去买个冰棍吃。哦、等面。吃个老冰棍。来给你夹一份面。好，试试。热面拌凉汁子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这汤汁打包回去，我自己再下一份面，还能吃两顿。
面团吃完，鸡全剩下，鸡做何感想？煎饼要喝的，刚吃了冰棍，那拿韭菜敬大家吧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来，喜欢的话就要给我点点赞啊，点个关注，尝一下这酒。啥？102，还有个老冰棍103。好，回，把这鸡打包回去，我还能再做一顿。